Way to go. Hi, 今天是2011年8月3号星期三，我是星期三女孩 Mimi, remember me? The girls, 在这个重要的月份，我希望天天都可以看到你们哦。我是 Mimi, 耶！